总有没有兴趣？我想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？反向话说，我肯定好好表现。那怎么样？我掐他吗？啊？暴露了，等于是你松手，等于是你松手这边轻一回之后滑下去了，然后边轻边滑，那我还得背着走，轻掉，因为你们的状态必须不能很真实。我奥一提边走边亲，哎，我来，你看，我就不太相信你，他不太相信。Oh, the tattoo failing, looking in your eyes, and I feel bad that I could stay a while.再睡一会儿。不是，要起来了。再睡一会儿。再抱一会儿。欣姐，你真的得起来了。起来了，真的起来了，快起来。干嘛呀？你们太过分了。全全是这个样子的。娟娟，这个问题呢，你得听爸爸跟你。你们两个一起睡觉，为什么不带我，还把我扔给姑姑？哼！啊，我们三个再睡一会儿。不行了，不行。敏全全，你上幼儿园要迟到了啊！没关系，爸爸一会儿开车送你，绝对不会迟到啊！你不能这样惯着你儿子。我儿子，我惯着怎么了？惯着是吧？谁都别想睡，都不许跟我睡。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。全全，爸爸，全全，上幼儿园去了。爸爸再睡会儿。嘿，小坏蛋，走，穿鞋。好香啊！快吃早餐，一会儿全全来不及了。你穿的是什么呀？儿子选的。有爱情的滋润就是不一样，气色都变好了。那谢谢你啊。来，快走。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啊。你说。今天我陪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吧。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？收拾你和全全的东西啊？难不成你还准备跟我两地分居啊？我觉得啊，就算是情侣，也要保持一个私人空间吧。我没有打算搬过来跟你住。你说真的呀？真的啊。而且，你身体不是挺好的吗？看起来没有问题啊。哎，其实这两天。心脏还是有点不舒服，不知道哪儿不舒服。是吗？新奇，别装了，你快给我吃早饭，我要上幼儿园嘛。上幼儿园了。儿子，上边上吃去啊！爸爸在这说正经事呢，快去。不要！快去！不要！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圈圈，要谁喂？爸爸。爸爸喂。拿错了。那个，
快，儿子自己拿着吃，好吗？嗯，不行，求你了，不行，快点吃，来不及了。曹总早，早，曹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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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，早。曹总早，曹总，你今天真漂亮。早。不是你有百安了不起，而是百安有你才了不起。曹总啊，到底多重要的事儿，非得等敏慧吗？我这后边还有俩会要开呢。何总，再等等，我向你保证，等一下我跟你说的事情一定比你的会要重要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来的路上才看到你发的消息，怎么了？好，人齐了，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呢是机密，所以我希望任何一个字不要传出这间办公室。你是要说收购的事情吗？跟观潮有关，观潮也加入收购战了。嗯，没关系，他收他的，我们收我们的。我们？没错，不管百安最后落在谁的手里，都不会比现在好。与其任人宰割，不如自己做主。MBO， 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管理层收购，我们百安的几个高管联合起来。再找几家风投和私募基金，以管理团队的名义去竞标，不是没有胜算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，如果成功了呢，我们会拥有更自由的运营空间，也可以更大限度地保住我们团队、项目，还有科研成果。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过，但钱从哪儿来啊？就算是有风投，每个高管也得出到几百万。你有点太高看我了吧？你是核心技术人员，你可以技术入股，再加上一部分资金。远来已经不要我们，我们不如背水一战，积极自救啊！二位，干不干？现在蓝鸟可动用的资金只有3亿，要收购百安远远不够。我已经让哈迪去联系银行了，准备贷款。董事长，老板。银行那边给我们回复了，说是最多能给我们批2亿，但是需要用蓝鸟的股份做抵押。No way， 董事会不会同意的。如果我说收购百安所带来的后果由我一个人承担呢？Jason， 姐，我不是脑子一时发热，帮敏慧只是一方面，我是真的看好百安的潜力。他现在就像一颗春笋，只露出了一点头在地面上，但只要一场春雨，他就会厚积薄发，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。我想做那场春雨，这不也是我们做风投人最大的意义吗？哈迪，哎，帮我订明天一早的机票，在我上飞机前把百安所有的资料整理成 PPT 给我。放心吧，董事长。